量好球之后，外角的变化球硬是拉回来形成了界外。这个球感觉让有点要复制第一局的感觉。量好球之后，又利用一颗比较偏外角的滑球来面对打者。今天前面两次对决雷霸都是遭到三振。今天在板凳待命的两位好手，南木一样跟南亚 game， 这算是一种另类的暖身方法，就代表他们两个有很仔细观察场上的状况。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